来接这个右甩，我要来一个超强那个超车，女选手四把抱一个尾流，这个对抗啊干，我被电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春。那今天呢，跟我们的一个正妹实况组来玩我们的跑卡丁车，排位赛的一个双排，排位赛的双排，要被海放啊。那这个实况叫玛丽哦，那他很常在自己的 FB 频道开他的极速领域以及跑跑卡丁车 Rush Plus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追踪他的一个 FB 的一个频道。跟他玩赛还蛮欢乐的啦，就欢乐场，你知道吗？我绝对没有说他实力不好，就是欢乐场。他是很能接受开玩笑的，所以没有，他真的蛮厉害的。我们在跑知道，就是，在这种就是铂金场，就是属于一个我第一，他第二的一个概念。哦，你有没有很厉害吧？你看，你看那春春第一，玛丽第二，不开玩笑的。然后平常开实况的时候，他很喜欢那种大叫，就是啊，就蛮白痴的。就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他一个实况这样。龙之遗迹，这不是龙之遗迹，这是那个龙之运河。这一关要跑很久，跑很久。跑手酸呢、所以换了夜爵之后，就慢慢的适应这台车的一个手感，这台车的一个手感。你看妹子很强吧，第二名呢，不开玩笑的，那种电电新手等级的还 OK 啦。你以为为什么我在铂金等级那么铂金那么久？就是为了这一刻，失误了。我们等一下玛丽好了，我们。难得双排，我们怎么可能跑自己的嘞？我们让观众看一下我们的玛丽的路线。玛丽的路线也很强，不开玩笑的。我们等一下跟她并排，你就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女车手。来来来来来，开的游侠的玛丽，来，我来对决了。用春春能不能把玛丽给干掉？这个左弯，就这里了，这边。就是，好，没事，好，没事。对的，当我没说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认真追喽。这个我要逆转了。就这里啊，这个尾流能不能吸到呢？玛丽，我来了。这个左甩接这个右甩，我要来一个超强那个超车。女选手四把抱一个尾流，这个对抗啊干！我被电了！哇，那个对抗我被电了。这是羞耻！我刚刚很认真在跑，我刚刚最后很认真在追哦，结果被一个对抗被挤到外面去，我天哪！有没有，就说女选手很强吧，还不追踪起来，直接把我挤出去哎！太浮夸了。好，接下来决斗。哥来抢个领跑，抢个领跑。我忘记刚刚的那个羞耻，直接被撞到旁边的脚去。燃气来的有点点慢，可能是因为配到电脑吧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一关可以爆气泡。啊，给你撞墙了，尴尬。手感有点跑掉，撞了两大下呀。
第二圈平一波，哦，有失误，好胖哦，有失误，还动胎，天哪、啊！啊，我们这场都不要戏虐玛丽了，因为毕竟现在第二名不是他，我就正常进终点吧，正常进终点。1:58，有够慢。哎呦，这才是龙之遗迹，龙之遗迹。哎呦，这场都是真人呢，哦，精彩精彩啊！那这场好玩好玩了，终于不是一堆电脑了。有高手了，究竟还能不能获胜？白客尾流。哦，现在好像大表情啊！哎，前面会跑哎，那个路线遇到高手了，不好对付啊！拖起来，追个追个追个！嗯，他怎么歪？就我卡蓝，哟，有个高手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他的一个攻击欲望很凶猛哦。蛮厉害的耶！究竟这一场能不能拿下呢？还是一个车身的一个距离被超车，不过这边一个直接可以爆一块尾流，决胜负就在这个跳台了！完，啊，看，这，哇哇！我的报应来了，那个戏虐玛丽啊，下一场直接被放速干掉，中计啦！天哪、啊，想当初打职业的时候都是我来挡别人，现在都是被别人挡。哎、欸，不过我们获胜，不过获胜了，队友给力，队友给力。那个偶像，哎、欸、，Hello。有看影片的话，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哦，欢迎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哦。真的好 ，Hello， 嗨。哎、欸，我们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。有看到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刚好今天在跟玛丽双排，刚刚被电了。QQ 。